Hello， 我是梦露。今天呢是跟 Beauty Maker 合作的影片，那要来跟你们分享的就是这个零油光精漾持妆气垫粉饼的底妆史册。然后除了这款气垫粉饼之外呢，我也会跟你们分享这款零油光吸油蜜粉饼的我使用后的心得。好，那不啰嗦，马上就来进行上妆。那上妆之前先来看一下我最近的素颜状态。我最近素颜状态就是跟平常差不多，就是会有像眼周会有一些比较暗沉的问题。我的眼皮这边是没有上妆的，我是天生这边就会比较暗一点点。然后像嘴唇这两侧也会感觉比较暗一点点，就是比较肤色不均的问题。那其他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肤况问题，就跟平常差不多。好，那马上来上妆。那它打开来之后呢，是像这样子，它是有一个铁片，然后上面有一些洞洞，你要按压，它的粉底才会跑出来，像这样。有没有看到？这样子，这样粉底就会跑出来，有看到吗？使用方法也是一样，就是利用你的粉扑去沾上面的那个粉底。那上妆咯，我一样先拍就是左半边脸，做一个上妆前后的比对给你们看。这款气垫粉饼我前几天在用的时候啊，我觉得它是一款妆感比较轻薄一点点的粉底，所以你刚刚这样看我这样拍照，你会觉得我用量会不会太多，对不对？可是其实它整个拍开来之后，它的妆感是很轻薄的。带到眼周修饰一下眼周的颜色，因为我今天没有做任何的遮瑕，遮瑕的部分就全部都靠今天这款气垫粉饼。然后这样子就拍完整个半边脸了，先来近看一下，就是整个底妆的效果。它是一款比较偏雾面丝绒感的一个妆感的气垫粉饼，它不是像以前那种气垫粉饼，就是你拍完就会很明显的这边很亮，或者是哪里很亮那种感觉。我们这样看它的光泽，它的光泽是比较内敛一点那种光泽，所以有些人比较不喜欢那么亮的光泽，你就可以选择这种光泽比较低调一点点的气垫粉饼。那近看的话，先让你们看一下对比黑眼圈的部分，我觉得它的修饰效果还不错。其实我的黑眼圈算是蛮重，像底下这一块会比较有一个深的阴影，可是我就这样子轻轻的拍一层之后，它那个整个对于眼周颜色修饰的效果就还不错。那鼻翼的部分呢？鼻翼的部分目前看起来是还好，还没有到马上就是卡在那边的感觉。那我觉得主要是它的底妆质感，它的底妆质感这种内敛的光泽，我觉得接受度应该会蛮高的。那远看的话呢，因为我今天用的这款颜色是白皙的颜色，那所以稍微对比会比较明显一点点。我左边这边就是感觉比较泛黄，会有一些比较肤色不均的问题，像是眼周对比起来，眼周这边比较暗一点点的感觉，在上过妆之后都有一个明显的修饰。那下巴这边也是，就明显这边没有一块那种暗暗的感觉。好，那我先把右半边脸给拍上。这款气垫粉饼啊，它是诉求一款控油然后比较持妆的一款气垫粉饼，所以我觉得，因为我也使用过其他家的气垫粉饼，我觉得它的那个怎么讲，湿湿的感觉真的没有那么的明显，所以干肌的朋友啊，我会建议你们妆前保湿要先做好。而且它这款气垫粉饼，它说它里面有添加就是那种调理成分，然后我在闻的时候，我是觉得会有一点点那种薄荷的味道，所以你在拍起来的时候，你的皮肤是可以感觉到那种凉凉的感觉，所以会比较舒缓一点点你的皮肤。我觉得拍起来那种有点冰冰凉凉的感觉，算是还蛮舒服的。好，那这样子全脸都拍完咯。颜色好像有点，对我来讲好像有点白，对不对？我好像有点用错颜色，不管，就这样。好，那整脸拍完就是这个样子。那妆感的话，你看像这种比较偏雾面光泽的底妆，它就比较不会因为说可能时间长它的光泽变得比较不明显，它的光泽会很平均的，它就是这样子的光泽，它也比较不会改变，除非时间久了它真的变超干还是怎么样，它才有可能变得那种很干很干的光泽。好，那现在的时间是呢中午的11:10，那我先去把我其他的彩妆完成之后，我再回来更新底妆的状态。好，我把其他的彩妆都完成了，现在的时间是中午的11:50，就距离我刚刚跟你们报完时间大概是过了40分钟左右。马上来近看一下底妆的状态如何，你们看它的光泽，
它的光泽就像我刚刚讲的，它不会有太大的转变，它不会因为说时间长了它的光泽就变得比较不明显，因为它本来就是比较雾面丝绒感的底妆，所以它不会有太明显的光泽转变。那像这种比较雾面质感的底妆，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我要拉近你们看，看一下毛孔，看这边这种比较雾面质感的底妆，它对于毛孔会有比较好的修饰作用。那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这一块会有一点点小小的毛孔而已，我觉得我上完妆过后就都可以被修饰的差不多了，所以我觉得它的确是有一点点那个毛孔修饰的作用。它跟比较光泽型的那种底妆就差别就会在这边，雾面型质感的底妆它对于毛孔修饰会有比较明显的效果，那其他底妆的表现都跟刚刚上完妆差不多。然后鼻子这边啊，我刚刚近照镜子，我发现我好像鼻子有点脱皮耶，因为我会鼻子过敏，所以我都会一直用卫生纸擤鼻涕，所以我鼻子这边的肤况一直是呈现这样子，就是会有点好像干燥脱皮的样子。不是因为底妆的关系，是因为我本身的肤况这边就会有点这样子脱皮。那鼻翼的部分呢，鼻翼目前也还可以，我们可以再来观察到了晚上会不会卡粉还是其他关系。好，那底妆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我刚刚不是有分享这一款吗，就是它的那个零油光吸油蜜粉饼。一定有人在好奇我怎么没有用这个定妆的，对，因为这款气垫粉饼它本身就有控油效果，那我是干肌，所以我本身皮肤就不太会出什么油，尤其像现在九月份其实天气已经没有那么热，我的皮肤就更不会出油，所以我觉得光用这款气垫粉饼它的控油效果对我来讲就已经很够了，那所以我才没有再用这款蜜粉饼。那其实这款蜜粉饼我前几天收到的时候我也有打开来用，那我觉得这种蜜不管是蜜粉还是蜜粉饼，只要它有控油效果，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你刷上去脸上做定妆的时候，好像它里面那个控油的成分为了要帮你吸收你皮肤的油，它会很巴紧你皮肤那种感觉。我就用完这一款那种紧的感觉特别明显，所以我那时候是全脸都弄。那我发现我弄完之后呢，就是我照镜子我会发现，我拉近眼看，就是可能我有表情还是什么，它那种很皮肤很紧的感觉，我这边就会出现那种横向的猫咪纹，就是很干很紧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以我的肤况来说，我不需要再去用到这一款蜜粉饼控油蜜粉饼去做控油的动作，我是光用这款气垫粉饼那个控油的效果对我来讲就已经很足够了。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比较干肌的朋友用这个就够了，如果你是混合肌的朋友，就是可能两颊比较干啊，额头比较干，那 T 字部位会出油或是下巴容易出油，你就可以用这款气垫粉饼全脸上完妆之后再利用这款蜜粉饼去做局部的定妆就好。那如果你是全脸都比较容易出油的朋友，就是你可以用完这个再加这个就做全脸的定妆，这样子持妆效果跟一些控油效果都会比较明显一点点。好，那我还是试一下这款蜜粉饼它的质感给你们看，好，它打开是长的样子，看这边有个小粉扑，蛮可爱的小粉扑，然后上面这个台子是放粉扑的盖子，然后翻开来之后蜜粉饼就在这边，它是比较白色的蜜粉饼。好，我刷给你看，它的粉其实还蛮稀的，然后它推开来，你这样我这样后擦，你会觉得它好像颜色白白，可是它推开来之后，它其实是没有任何的颜色。那你的皮肤摸起来会有一种很细致那种滑滑的感觉，它不会有很厚重的那种粉感，所以它的妆感算是蛮细致。只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我觉得干肌的朋友比较用不到这一块。那如果说你是混合肌或者是你是油性肌肤，就可以再参考这一块加强做定妆的动作。好，那底妆就大概先更新到这边，那我接下来外出一样会先找时间再更新底妆状态。那我今天希望最少可以带妆7到8个小时的左右，就是来观察这款气垫粉饼它的持妆效果好不好，还是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问题等等。那今天呢，我有准备一个小惊喜给你们，就是我要送你们这个是零油光精漾持妆气垫粉饼，就是我刚刚在拍的这一颗，它的包装这好像是限定版还是他们跟什么的联名款，所以它包装其实还蛮可爱的。那我要送给你们这个颜色是自然的色号，那我用的这个颜色是比较白皙的色号，白皙色号会妆感比较明显一点点，那自然的色号可能就会比较没有那么白啦，所以我要送这个给你们，这是全新的还没有拆过的。那送的方法呢，送的方法我等一下外出的时候我找时间想一下，那我晚上更新底妆状态之后我再跟你们讲送的方法好不好。好，那就先更新到这边，我先出门咯，拜拜。
阿姨，我现在在信义区的 ATT， 然后我刚出门前，我临时决定换了我的衣服，然后也把头发盘起来。我要跟你们说明一下，就是这是同一天，这不是不同天，只是怕有人会误会这是不同天。因为底妆还是跟刚才一样，现在的时间大概是下午的一点左右，其实没有看下午一点，其实底妆还没有差太多。那我等一下可能会去吃个饭，吃很热很热的火锅，然后可能看看逛街之后底妆它的持妆效果好不好。那就先这样子咯。下午的4:59，就距离我今天中午上完妆到现在应该已经有5小时。那我刚好去吃海底捞，就吃辣的那个，让热气熏一下。我觉得我的底妆到目前为止都还算蛮完整的。那你们近看一下，我觉得两颊的底妆持妆度都算还蛮完整的。你看它还是光泽还是在，它不会因为说它本身就是那种丝绒雾面光的底妆，它时间一长它那种雾感会变得很干很干的那种光泽，不过它的光泽还是跟刚上妆完的时候差不多。那鼻子这边我刚刚注意到，因为我今天没有做任何定妆，我现在脸上的底妆状态 完全就是那块气垫粉饼的状态。那鼻子的部分呢，我觉得它还是有一点点出油，你们看油光。那实际上它粉有没有浮起来，我觉得我可能晚一点要再观察看看。那整体而言这样子目前5小时，我觉得底妆的状态算是还蛮完整，我觉得它有维持在90%左右，虽然说会有油光，可是我觉得目前为止它的粉并没有浮起来。好，那我晚上回家再更新一次哦，拜拜。Hello， 现在的时间是晚上的8:39，距离我今天中午11:10上完底妆到现在应该已经有9小时了吧。今天的带妆时间比我想象中还要长一点，因为我刚刚才回到家。那马上来看一下底妆它的持妆效果在9小时之后到底好不好。先远看一下，远看的话我觉得我还蛮喜欢它，就是以9小时来讲，它目前的整个底妆的光泽我觉得它都算维持的还不错。可是近看的话，你们看近看的话，我觉得像两颊这些地方，它那种丝绒光带点那种滑滑那种亮亮的感觉，我觉得就没有像刚上妆的时候那么明显，它的光泽会稍微再减弱一点点，我觉得它光泽会稍微有一点点改变。那可能也是因为今天带妆时间真的有点长，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它是有改变的。那还有一点有改变，就是我觉得它的遮瑕度，你这样近看，像黑眼圈啊，还有像鼻翼这边，我刚刚在外面更新，我不是有说我要观察它有没有卡粉吗？我不这样看，我觉得它是还好，卡粉的现象还好，它不会卡很多，它会一点点，然后遮瑕度也会稍微有点掉。你这样看那个鼻翼的颜色，是不是稍微就有点红红的，像我原本的那个鼻翼的颜色？所以遮瑕度的部分，我觉得它会随着时间长，遮瑕度会稍微减弱一点，因为像下巴这两边，我那个暗暗的感觉也稍微有点跑出来，所以我觉得它遮瑕度是会有一点点掉，但不，它不会掉得很夸张，它不会说因为我今天带妆9小时，它就整个底妆完全没有任何遮瑕度。我现在照镜子，我还是觉得我的底妆有一定的遮瑕度，只是它没有像刚上妆的时候那么完整而已，所以遮瑕度跟光泽都会稍微随时间稍微有点减弱一点点。那其他的持妆度方面呢，像因为他说他有提到他是一款有添加保湿成分的气垫粉饼嘛，那因为我是偏干肌，我觉得他干肌时间一长，因为我这边这块肤况我一直有那个湿疹的问题有一阵子嘛，所以我这边其实是原本就呈现有一点点小小的脱皮的状态，所以我觉得时间一长，你原本就干燥的地方他那个问题会稍微比较明显一点点。但你这样看这个距离看其实不太会看出来，但是你自己在照镜子近看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个干干的感觉会稍微有点跑出来。不过忽略掉这块的话，我觉得在其他这些肤况比较正常的地方，它的底妆的质感都维持在还不错的程度，就是它不会让你觉得时间长马上就变得很干很干那种感觉，我觉得还好。那鼻子的部分呢，鼻子的部分你们有看到油光吗？这个都是油光，因为我今天没有压任何的那个吸油蜜粉，它那块蜜粉我完全没有用。它的
控油效果，我觉得它还是会让皮肤出油，它没有办法完全让抑制皮肤不出油。我觉得皮肤出油是一个很自然的人体的现象，所以应该很难透过底妆去抑制皮肤的出油。不过我觉得出油很正常，但重点是你出油之后，它的那个油脂会不会影响到你底妆的质感？我这样照镜子看，我觉得它虽然说会出油啊，但是它的底妆维持度我觉得算是还不错耶，它不会你知道有点融化，然后变得一块一块花花的那种感觉。你们这样看，对，我觉得它的底妆的维持度不会说因为碰到我本身冒出来的油它就融化，然后变成白白的糊糊的一块贴在你的皮肤上面，它还是会让你看到油光，但是你的油脂不太会去影响那个底妆的质感。也许它的底妆整个维持完整度不像刚上妆那么时候完整，不过我觉得以九个小时来讲，这样子的在出油的部位维持度算是还不错了啦。那额头的地方呢，额头部分也跟两颊差不多，就还是可以看到一点点光泽。那下巴部分呢，下巴部分因为我现在还是会稍微有点出油，所以你们看，还是可以看得到油光。可是就像鼻子一样，它虽然说还是可以让你看到油光，不过它的粉底不会因此就你知道化开，遇到油就化开。所以我觉得它对于控油的效果是还不错，应该是说它这款底妆对于油脂的一些耐受度跟抗性算是还不错。虽然说 它不会抑制你皮肤的出油，但是它对于抵抗油脂这个部分的确是可以看得到它的表现的。那最后呢就要来送这个，我今天中午说要送给你们这一块气垫粉饼，它的色号是自然的，我今天用的是白皙的，那我想自然的应该会比较不挑肤色一点点。那我今天要送给你们这块气垫粉饼，它是全新的。那怎么送呢？首先呢先请你们订阅我频道，然后第二个步骤呢就是请你们帮这支影片按个赞，然后随意的留留言，你可以留说你也想要体验看看这块气垫粉饼啊，或者是什么你对于底妆有哪些困扰啊，你的肤况困扰什么，你想要跟我说什么都可以。那第三个步骤呢就是请你们欢迎你们订阅我的 Instagram， 我的 Instagram 放在这里。好，那完成以上三个步骤呢，我就会在这支影片发布后的一个礼拜在我的粉丝团开奖，然后会把开奖网址回贴到今天的影片底下的资讯栏，那就再麻烦你们回来看看自己有没有得奖。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 Beauty Maker 气垫粉饼底妆实测影片啦，希望你们喜欢咯，别忘了订阅我频道哦，拜拜。